Hello， 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是3月3号早上7点钟，我们刚起来，抖音也炸了，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现在刚刚起来吃个早饭，然后就准备出发去那个火车站。目前为止我们大家都很安全，昨天晚上这里很安静，所以我们现在吃完早餐就出发。谢谢大家关心。现在我老婆现在也很不舒服，妈妈现在主要也很担心能不能撤走啊或者之类的，暂时为止大家都很安全。到公司先安排好了所有事情之后，我们就出发。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消息，俄罗斯已经开通了哈尔科夫的那个就是平民绿色通道，所以目前我这边是安全的。谢谢大家关心，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回复大家，谢谢。我们现在因为第一批人已经走了，我们现在很安全。现在那我们的车也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火车站。走。我们收到大使馆，因为今天可以撤离，然后路上应该有很多车，现在是加油的，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加满油然后出去。现在路上也很堵。现在我们到了地铁站去和同事集合，昨天晚上这里也有很多人，现在主要地铁停运了，我们现在需要走很长时间。现在收到了最新消息，是我们大使馆截留了一趟就是火车，可以现在直接去利沃夫，所以我们现在都在等。现在现场有好多中国人，然后我们现在都在等这些消息，有一些中国人会马上赶过来，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已经集合了，现在也有好多这样的中国家庭，我们现在再等一等，因为这是那个大使馆谁临时安排的。好的，祝你幸运。大使馆现在帮忙协调了一列只有一列的火车，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等。现在目前我先回到利沃夫，然后其他的再考虑。黑了会更浪漫一些。现在我们已经安全的坐上了大使馆现在安排的去利沃夫的方向的一辆专列，所以我们现在也很安全。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到哪里有什么。反正现在是先走再说。现在离开哈尔科夫。对，现在这里也有很多人，大家已经。一起，大家都很安全。你好，你好。目前为止，大家情绪都很稳定。